晓生叔走车位，泊车白痴 trim car， 泊车你坐车，二泊新叔车帮到你。嗱，只要将架车好似只蟹咁挺高个身，车长就会由两米半缩到米半噶啦。车入面嘅电脑同自动导航系统，仲可以帮你泊车。泊车技术有几渣啊，车位有几窄啊，都唔使惊啦。呢架半自动电子概念新速小型车，由德国十个工程师用咗超过三年研发嘅。向前向后转弯，梗系 no problem 啦。起屋嚟啦，自转，打横嚟行都得。最高时速65公里，又因为四个辘都用独立摩打，可以各自转去唔同方向，方便泊车啊嘛。车顶嘅相机同感应器仲可以一秒 scan 附近环境10次，确认身处位置。依家架车喺德国不来梅同中国大连做紧测试，研发团队话希望将来可以做到自动驾驶，时速去到60公里，仲希望私家车合体，约埋班 friend 出街可以帮埋一齐，夹喺中间嘅就摁摁脚，悭神又悭电，兼系环保噃。